为了六品工业科介绍石化电球厂的第二厂，艺术工球挂设。今日十五月暗时八点挂，传出火灾预挂，同时阁发生几落摆爆炸。对此，可能关消防局是动员县内以及嘉义县也阁彰化县的消防人员，总共百多人前往抢救。先讲这场大火，在26号透早三点外已经得到控制，但是油槽内底也阁残油，随着火甲单也阁燃烧。对此，环保局现在也已经动员台数100万，都是要求因爱马上停工。金枪区25号暗时佫传出火灾，并且引起爆炸，大火含浓烟非常大，伫附近乡镇真远都拢看会到。惠林县消防局接到报案，紧急动员县内以及嘉义县、彰化县消防人员百多人进入枪区抢救。初步了解是燃油枪连坐二枪，因为重油外漏来引起爆炸。目前为止没有人伤亡，初步了解它是一个重油外泄。因为它整个制程里面哦，重油，还有它这个用氢气哦来做他们这个原料啊，现在最怕的就是氢气这边哦，万一有大量氢气进来，恐怕产生更大的危险。但是目前氢气这一部分已经控制了。这场火灾是乐清自7月份以来第二件重大的公安事件，嘛引起附近的民众关心，不少人到枪库外面来围观。台塑公司虽然嘛紧急派出管理部人员到现场来说明，不过现场民众情绪也是真激动，和六警人员发生口角冲突。我来讲，你有规则啊？你有讲咧？说明安全无？我人伫高雄，我才到来尔。你今日会知影原因？你发生这台公安事件，第一时间来再说明。这今天是有当无当？是迄个重油重源，第二套重油源在8点外遐吼，伫街仔区遐发生火烧。啊，即卖呢，全部二厂拢停车，拢停。停车停了哈，即马呢，这个火烧的所在拢阻绝拢下吧，啊，所有的水线拢伫只降温中吼，啊，即马持续降温中，吼，啊，即马进行就是爱等迄个降温了吼，入去火场再去调查。县长苏迪芬伫知影六天阁发生重大火警以后，嘛亲身来到现场了解状况。针对未了六天连续发生重大公安事件，苏县长强烈要求中央相关部会应该要负起责任，幸好分林县民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近十几年来讲的话，我们忍受的严重，所以这第二次的公安事件来讲的话，我是第一次跳到这种荧光幕前来讲的话，所以希望工业局啊，希望经济部，还有消防署，还有环保署。如果你们要把重工业的话，就在云林县，还有现在的话正在接受5期的扩查的二地环评的第二阶段。我希望这十几年来所有的账，大家一起算总账。六兴厂区昨暝这场大火，因为重油数量真多，一直烧到今日，火也搁在烧。针对这件公安事件，环保局嘛已经开出100万块的罚金，并且要求燃油厂停工。环保局人员嘛继续在现场监控，以防万一。记者李嘉山采访报道。李尚暗示啊，这场火灾已经是六天在7月份以来第二摆的重大公安事件，这里进行也引起附近居民不满。李尚暗示啊，怒气冲天的居民都将枪库包围起来进行抗议，一直到半暝啊，人才渐渐散去。你今日早起，毛枪包围居民是再次组织来表示抗议。最后，在市民的要求之下，六天是冬季，和媒体进入厂区来摄影。不过，民众也强烈要求，在短短时间内连续发生2次的意外，六天应该要全面停工进行体检。未了六庆场区连续发生爆炸火警，使附近民众心情拢真惊吓。昨日气氛的居民一直伫场区外面唔愿离开，要求台塑环节交代。现场民众情绪拢相当激动，和台塑人员爆发多处冲突。
今日早起，六间场区内面的火也搁在烧，大批气氛居民也继续搁在场区外面纷纷挂起因为独立的口罩，来表达对大所火灾污染的不满。民众并且要求六间尽速停工，接受环保检验。个心态，我硬甲恁破坏去啦，大家着感的较济啦，我大家身体健康都愈歹啦，啊，上个企业的事。但今仔日应该是要求哦，全部吼拢甲封厂起来哦，全部要求停工哦，全部总体检好船，才会使阁继续生产啊。今仔日要呢啊，爱要一条呢啊，将环保做好势啊，啊无吃人要哪活落去？你爱去爱去处理啊，吼、哦。现在六间厂去处理啊！为了六间厂区公安问题，长久以来一直予当地居民真烦恼。看到这届火烧到这么大，民众的情绪是愈来愈激动，也有愈来愈多人来到六间管理部外面表达因的不满。警方为了预防万一，也出动大批民警来到现场维护治安。阿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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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天！我哋加强我哋设备。诶，这个维护爱全面来彻底检查，即马发生火警的这个现场已经吼拢停车啊嘛排空吼啊，咱的这个火警啊渐渐伫即搭久啊吼，对来拍发，现在已经拢控制伫个，即马吼迄个现场吼啊做哩拍火动作，那确实讲咱也有真爱买一个。会当派代表吼，会当派代表去来看一下咧。最后，在民众强烈要求之下，大所管理部同意向媒体入去场区内面摄影，了解火警现场状况。抗争行动则暂时告一段落。记者李嘉山采访报道。针对六星工业区在一个月内发生两件重大工案意外，除了当地民众欢乐生活环境会遭受污染以外，登记观察工业发展的生态矿工系教授陈志耀，也呼吁经济部也有工业局一定要重视六轻的问题，因为亲像这种位在海边的工业建筑，就可能会发生零件疲劳所引起的大型灾害。另外，环境所提分也希望中央的相关单位会当协助地方政府来对六轻做各方面的处理，和平常唔免阁悬挂伫个行行当中。六轻工业区台塑石化公司未料一厂轻油厂伫25号暗时发生火灾，防护相关单位嘛伫上短时间内做了相关的处理。他们预计在这个30小时左右哈、哦，会降到1公斤。降到1公斤的时候，大概可以用泡沫来灭火。基本上哈、哦，我们会以最重的哈、哦，就是它最高的额度100万来处罚啊，而且是按照它不同的发生的时间，比如说它昨天发生，它昨天一张，今天发生，今天还在烧一张，明天继续烧就一张。因为这次是重油泄漏所引起的火灾，搁要烧偌久无法度预估。环保局嘛对六轻做了相当的处分，但是一个月来六轻发生了两届的公安事件，和管理所的分非常生气。难道受灾害的是工业局吗？我们愿意相信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没有，都没有放在眼里吗？所以我昨天跟副部长讲说，现在发生公安事件，在定线的是谁？不是你工业局。出气的原因是因为中央相关单位的无重视，专家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嘛好苏迪芬真烦恼。海面上腐蚀性相当的高，好、哦，因为那个金属在海边也没做完的腐蚀掉嘛，那腐蚀掉以后，你那一些开关，而且这整个东西都属于高压的，很多属于高压的，所以那些金属光压量。磨损耗损以后，很容易爆炸。最近一个月来，两届公安事件，加上当地兵哥的五期扩厂工程，让当地民众生活更加不安。国家苏迪芬表面立场，一定和民众站做伙。所以我希望讲的是，中央政府会当跟咱联合，国民关关政府先大家坐来谈哈，到底要安怎做？好，咱政府再当取信于民哈，百姓哈，恁若对待说，就听这十多年来哈所形成的哈，啊，恁的迄个怨怒哈，啊，恁的怨气来讲的是，我希望讲的是，大家伫这个时阵的是，啊，勇敢主张，哈，家己的想法甲看法啦哈，啊，我想的是，徛伫关政委的平台讲的是，我一定甲百姓徛到底，但是我嘛需要百姓来做我的后盾哈。
今日带来经济反应，相对嘛，产生和平将生活不安稳的问题。中央和地方若是无法度互相配合，想办法减少伤害，民众就只好生活在受威胁的环境当中。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